把它别在耳朵上。嗯，全部放下来，感觉怎么说呢？有点奇怪。有点奇怪。就喜欢把它别在耳朵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刘玉。嗯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不是，是第一次剪这种短发的。我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这有根长的。你往哪剪？想扯。哎呦喂，我的个天啊！太粗鲁了。低调不了，你的里面都剃光了，你觉得还低调吗？你还把它别在耳朵上面，你这个拔不掉，你还你就该染一个高调的颜色，染一个红色。非要洗两遍，现在一遍就可以了。哦，你这把比我还多。对啊，真的很多。我在想我剃光了时候是什么样的，你摸特别舒服。摸，你摸嘛。不敢。对，他不敢。让你摸你还不摸？摸一下有什么不敢的？那就摸一下呗。就为了涂个黑色的小点点，画更短。你觉得现在这样刚好，还是头发再可以再长一点点？虽然以前做头发的时候也会把刘海儿就干干净净，对，可是我感觉这个贼干净。其实他头皮摸得还挺舒服的，真的很舒服，你摸嘛，我刚一直在摸。我觉得就现在这个发型都挺好的，
就这样赶不上时间了。要扛保鲜膜吗？扛保鲜膜要让它掉下来。咦，我反而是什么感觉？我妈说要减肥，然后就减嘛，你想减就减嘛。对嘛，你想要减就减嘛，不要在意他人的目光。